看看新闻网。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但是作为一个正宗的潮人，你如果没有一副适合自己风格的眼镜，那真的是愧对这样的头衔。五月七日的南京路上，数百位潮人美女们蜂拥而至，为的是等待作为眼镜达人的台湾明星安心雅亲身示范自己的眼镜精。我里面配件最多就是眼镜，我会依照我的颜色的衣服，然后去搭配眼镜。大镜框的眼镜让我的脸看起来比较小，而且我很注重眼睛的那种眼神的关系，所以如果戴这种大镜框的话，就是会让眼睛更立体。只懂得如何佩戴眼镜是无法让自己达人身份立足的，他更是化身设计师，为眼镜品牌 Jeans 设计适合自己的镜架。我觉得今年最流行的就是撞色的感觉，所以我特别就是用有点像桃红色配紫色，感觉很缤纷，很糖果的感觉。戴起来其实就是你有时候出门啊不需要化妆，就感觉好像你有装扮的感觉，不用费时间化大浓妆，更不用想搭配什么样的衣服，不仅可以遮盖眼部的瑕疵，更能够让自己的淡妆更加出色。这样的懒人单品有谁不爱呢？